我们来学习再生障碍性贫血啊。那么，再生障碍贫血是各种不同病因引起的骨髓造血功能衰竭综合症，也就它的基本机制是骨髓不能造血。由于骨髓不能造血，所以外周血浆三系减少，它是个良性疾病。那么理解这个机制了，很多特点大家都可以给它什么推导出来。我们现在看看它的病因啊，病因截至目前为止考的一个试题。就是考虑绿霉素导致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好了，其实上除了绿霉素之外，现在还有一些病毒也可以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你比如说病毒性肝炎、微小病毒 B19，这个从来没考过啊，大家了解一下就行。第二个化学因素就是绿霉素、磺胺、杀虫剂可以引起再障，这些引起再障往往与它的剂量无关，也就是你用很少很少的剂量，说不定你用一次。那么它的高度敏感性的这个过体，那么就会导致再障。所以大家讲到氯霉素的副作用的时候，在药理学就学过，它容易引起再障，是不是？所以这也是经常考的这个知识点。虽然抗肿瘤药物有些也可以容易再障，这些与剂量有关。所以氯霉素引起的再障与剂量无关，与它敏感性有关，但是抗肿瘤药物引起的再障常常与它的剂量有关。好了，这是唯一的一个考这个氯霉素。当然原来氯霉素引起再障啊，老的教材上给他讲得很详细，讲到它的机制，那时候考过一个氯霉素引起再障。现在八版教材、七版教材一个氯霉素引起再障啊，一带而过，把这个机制给干掉了。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考你啊，反正这里考过一个试题，也就是说好了。大家看看第三个就是放射性，长期接触这 X 线镭这些放射核素，那么可以影响细胞的 DNA 复制，久而久之的结果可以造成骨髓造血细胞的衰竭，导致再障。你看看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这是唯一世界上目前遭受原子弹袭击的两个城市。那么袭击过后，那些幸存者那么就经常发生再障和恶性肿瘤，就这个道理。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放射性导致 DNA 损伤。我记得有一年这一次还专门考过这个东西啊，考过一个，当然关于放射性导致再障的原理，下面哪一项不正确，把这个导个 DNA 损伤，改了个 RNA， 哪个不正确。所以今年他会不会来考你呢？把这个 RNA 损伤搞个 DNA 损伤搞 RNA 损伤呢？所以大家注意再注意。当然你假如万一考的这东西你不记不住那怎么办？你就生物化学大家学过的一个什么放射性导致的DNA 损伤修复，那么就损伤是 DNA 而不是 RNA， 那么你这样你也可以把这个题目做对。好了，就99年考的这一个氯霉素导致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说法，下列哪一项不正确？答案 A， 用氯霉素引起再障，较对的就高6到20倍。你们这些数据这些字典已经给它八百年已经给它删掉了，所以你看找不出这种原话了啊。好了，答案 B，与剂量和疗程无关。这句八本教材还有这句话，也是氯霉素导致再障只跟它的敏感性有关系，跟它的药物用的剂量和疗程没有关系，这句话也有。那么答案 A 就在那里没有了。好，答案 C， 多数是不可逆的，即使停药那么再障仍继续发展，那么多数应该是可逆的。在早期停药的时候再障可以恢复的正常，所以答案 C 项是不正确的，仅止最后答案是 C。好了，大家再来看答案 D， 可以影响骨髓细胞的成熟和抑制幼稚细胞的增生。由于骨髓造血功能衰竭，所以骨髓细胞的成熟脑功能受到抑制，因此细胞的增殖也受到抑制，可能阻止 RNA 的功能。大家注意啊，X 线照射那么是影响它的 DNA 的功能，那么氯霉素是通过阻止 RNA 影响它的功能。与 RNA 的什么代际核糖的什么代际结合，也可以阻止蛋白质合成，所以既能阻止 RNA 功能，也能阻止蛋白质合成。好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啊，氯霉素引起再障的做法啊，这个试题取决于老旧的药材，就不要到这里什么争论来争论去了啊。好了，我们第二个看到发病机制，截至目前为止啊，发病机制从来没考过大家。发病机制考的比较多的是职业医师试题，职业医师在这个地方考得很深很深，考的那些东西你都不知道，所以他假如今年像职业医师一样考个很深的试题，在这个地方大家会不会答？因此大家把这种发病机制给他理解一下。考过啊，你们还没考，研究生还没考，职业医师考了很多次，
那么他的滑冰接的第一个是造血干细胞的曲线，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再生障碍的贫血患者，那么骨髓的 CD34 的细胞找正常人要明显减少，为什么34减少 CD？ CD34 是骨髓干细胞的免疫学标记，在它的免疫学标记最明显的就是 CD34， 所以它假如比正常人减少，说明了骨髓的干细胞有损伤，骨髓的干细胞有损伤，所以骨髓的造血功能就会衰竭，这就是最主要机制。第二个，骨髓的造血微环境发生改变，在骨髓当中，那么成骨细胞要成骨，血细胞要发育，都有个造血的微环境，都有个造血的微环境。当这种造血微环境破坏之后，那么造血细胞的功能就会受到抑制。好，第三个是免疫性异常，那么职业医师就主要考这一项。免疫性异常有什么异常？骨髓的 T 细胞，会是相应的增多。当骨髓造血细胞受抑制之后 ，T 细胞相对增多，哪些细胞增多？这个职业医师就考这个东西，考了很多次。它可以有 CD4 阳性的 T 细胞、CD8 阳性的 T 细胞以及 CD25 阳性的 T 细胞和伽马、德尔塔、TCR， 大家注意就是 T 细胞受体阳性的 T 细胞，这些细胞的比例会增多，所以这些细胞的比例会增多。大家注意了，这就是它的考试重点。他就考这种东西，这是 CD4 考的啊 ，CD4、CD8、CD25 以及伽马、德尔塔 T 细胞受体阳性的 T 细胞比例会增加。第二个 ，T 细胞亚群会失调 ，T 细胞亚群失调是什么问题失调？它是 TH1 辅助细胞和 TH2 这种辅助细胞，那么向 TH1 转移，也就是说，使 TH1 这个细胞的什么数目增多，相对 TH2 就 TH2 辅助细胞的。数目减少，就这个意思。好了，大家就注意了，当他这种 T 细胞亚群失调的时候，会导致什么后果？它会导致什么后果？会导致那么 TH1 分泌的这些细胞因子会增多，分泌哪些细胞因子？包括白介素二、肿瘤坏死因子以及干扰素伽马。那么这些分泌的细胞因子会增多，反之，那么 TH2 就是 TH2 辅助细胞分泌的。白介素4、白介素5、白介素10会相应的减少，所以你看看像这种东西，它是考不考的是不是变态啊？所以有时候这些意思考的并不比你们简单，它有时候考的非常难。所以你看，像现在这种免疫学意义上，它考你考的你做得到吗？你也做不到啊！好，大家注意了，这14年考了一个这也是原装试题，我们拿来给学习一下啊，出的很难，大家看看啊。男25岁，那么头晕乏力一个月，头晕乏力一个月估计是贫血引起的。那么这个病人有鼻出血加重，很可能是血管减少引起鼻出血。这个病人有贫血帽，全身有出血点，前面淋巴结位出血肿大，说明他不是白血病。实验检查已经给定了，外周血3C减少，大家看看外周血的红细胞减少，血红蛋白低，他有贫血。外周血的白细胞减少，只有1.2×10^9外周血的。血小板减少15×10^9，这个网子红细胞接受更低，我们正常值是0.5%到1.5%，所以它是0.2%，那么降低的。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个病人什么外周血3C减少，网子红细胞减少，这是骨髓造血衰竭所致。肝病淋巴结不肿大，所以应该诊断什么再生障碍贫血。再生障碍贫血，他问你该病人的最可能免疫异常是什么，也就是你首先把这个题目诊断出来，它是考你再生障碍贫血，然后再通过这个来说明它再生障碍贫血的滑冰机制中免疫学异常。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有什么免疫学异常啊？刚才应该说了，补体增高 ，CD8 阳性的 T 细胞比例增高 ，CD4 阳性的 T 细胞的比例增高，TCR T 细胞受体阳性 T 细胞比例增高，所以它都是增高。那么单病相正确的，单体一。都是错误的，肿瘤坏死因子是增高的，所以只有胆 B 是正确的，因此正确答案是 B。 你看看这像这种题目，你看多难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职业医师考试考的题目并不比你们简单，所以大家什么考研究生你觉得难，你拿执照考职业医师考试也难，反正医学考试没有个不难的，是不是？好，这个题目大家什么像类似题目大家一定要掌握，否则的话他假如考这种类型的题目说不定你也错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我们自己给它推导出来啊。记住一句话，就是记住它的定义。哎，再生障碍贫血就是骨质造血往衰竭，衰竭之后把它临床表现给推出来，然后实验检查也要自己推导出来，这是我对它的要求。好了，由于骨髓造血衰竭，那么骨髓造血干细胞损伤，骨髓造血衰竭，那么大家有个想到，外周血上细就会减少，因为你骨髓这边造血都衰竭了，不造血了，那么外周血的红细胞、粒细胞、血小板这外周血三细就会减少，所以我们叫做外周血全血细胞减少。好，这是病人假设说红细胞减少，那么它导致的临床表现就是贫血，所以他有什么气喘、面色苍白、贫血冒。假如这个病人是白细胞减少，那么他就容易感染，常常考虑的是何必会不感染。那么假如这个病人血小板减少，那么就会导致出血，血小板减少导致的出血常常表现为皮肤黏膜、口腔黏膜出血。哎，这个就是我们大家跟大家讲的白再生障碍贫血的三大临床表现：贫血、感染、出血。由于这种再生障碍贫血是属于良性疾病，良性疾病它没有侵入性，所以没有肝脾淋巴结肿的。哎，大家一定要跟它区分开了。白血病是恶性疾病，所以它有侵入性症状，因此有肝脾淋巴结肿的。而我们所说的再生障碍贫血呢，没有肝脾淋巴结肿的，因为它是良性疾病。所以这个临床表现的最重要的临床表现的是不是给它推导出来了，就不要大家就记来来去到去，哎，死记硬背没什么好处。所以你就可以给他什么区分开来。因此刚才我们那个题，我说为什么没肝脾淋巴结肿大不打白血病要打再生障碍贫血呢，就是因为再生障碍贫血是良性疾病，它不会出现浸润症状，不会浸润肝脾，不会浸润淋巴结，所以它没有肝脾淋巴结肿大。等一会我们讲的白血病那么是有肝脾淋巴结肿大的。好了，这就是它的临床表现。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一二年考的这个试题，他问你，他的外周血全息细胞减少可见于哪些病。我们刚才讲了，再生障碍贫血是典型的骨髓造血衰竭引起的全息细胞减少，除了它之外还有很多的引起可以引起全息细胞减少的疾病。你比如说巨幼细胞性贫血，大家注意啊，巨幼细胞性贫血平时的时候一般就只有个贫血，但是当它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巨幼细胞贫血，但是缺铁性贫血大家注意不会导致全息细胞减少。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缺铁性贫血主要是铁的缺乏导致血红蛋白血红蛋白的造血障碍导致的贫血，所以它只影响红细。而具有细胞性贫血呢，哎，它是叶酸和维生素 B12 的缺乏，影响到的是什么？哎， DNA RNA 在转合成过程中的转录过程、甲基化过程。所以那么它除了影响红细胞之外，你比如说粒细胞、血小板，那么在合成的过程中也要进行 DNA 合成、RNA 转录，所以它假如影响的 DNA 合成、RNA 转录过程的甲基化过程，那么你除了红细受影响之外，粒细、聚合细也会受影响。因此，巨幼细胞性贫血早期主要表现为什么？红细胞减少。当它严重的时候，哎，它可以累积粒细、聚合细，导致粒细胞、血小板减少，所以会导致全血细胞减少。因此。哎，严重的巨幼细胞性贫血会导致全息细胞减少，答案 B 正确。但是这样化学水面血红蛋白量，这是个免疫性疾病，它除了可以使你红细胞破坏之外，还可能导致哎离析聚合性减少，所以导致全息细胞减少。因此 ABC 这三项都可以导致全息细胞减少，因此答案为 A。 大家注意了啊，这是免疫血红性贫血，大家注意是通过免疫性损伤红细胞，它对粒细胞、血小板一般来说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它不会导致全息细胞减少。因此正确答案是 ABC 而不是 ABC 的，它在最用错的我估计就是 ABC 的全险了。好，这是一二年的这个试题啊，希望大家把这个全息细胞减少的这些疾病啊牢牢地记在心中。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实验室检查结果。实验室检查结果也是这样，不要求大家一个个去背，哎，大家应该知道它的定义之后，自己根据这个缩略头，那么自己推导出来。我再次跟大家说，这个缩略头应该印在你的脑海之中。我在讲课的过程中、做题的过程中，常常要用到这个缩略头，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好了，我们再次用这个缩略头来推导它的实验室检查结果。这个缩略头，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啊。首先，大家要记住它的定义，再生障碍贫血的定义，我刚才说了，其原因就是由于什么骨髓造血功能衰竭所致。
也就是说与这个虚线之为界，虚线左边的，哎，这是骨髓中华瘀。当骨髓造血功能衰竭的时候，在骨髓中华瘀的这一群细胞还能不能进行化瘀？不能进行化瘀。所以你可知道自己都可以把它推导出来，由于骨髓造血衰竭，所以外周血的这三系应该减少。外周血三系减少，我们一个来啊，先看外周血三系，红细胞减少，所以它会有贫血。这种病人往往是正细胞性贫血。我在讲贫血的分类时跟他讲过，是吧？因为它是急性病导致贫血，所以这种再生长贫血常常是正细胞致死性贫血。好，第二个，那么这种病人粒细胞减少会导致白细胞减少，它会导致反反复复的发生感染。那么这种病人还有血小板减少，所以血小板减少它就会导致什么？皮肤黏膜出血。所以外周血量三系减少 OK 了，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来看看骨髓腔。那么骨髓腔也是骨髓造血衰竭，所以这种骨髓就不会化瘀，因此骨髓造血停滞。那么它表现为三系都造血停滞，红细胞增生不良，粒细胞增生不良，聚合细胞增生不良，所以有这个说聚合细胞难找，难找嘛就看不到，看不到那当然是增生不良引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怎么样，骨髓腔增生不良，外周血腔全身细胞减少，中间的一个过渡态，我跟大家说了，骨髓腔和外周血腔之间的过渡态，网子红细胞当然也少了，这些在场的主要特点。好了，它的血片透片，大家注意它的形态是正常的，叫正细胞性贫血呢，所以红细胞图片的时候形态正常，但是数量减少，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再生长贫血的衰竭的过程。大家可以看到骨髓腔向下增生受到抑制，那么外周血腔三系向下，外周血三系减少，中间的网子红细胞减少，这就三个箭头都向下，因此表现为再生障碍贫血的实验的检查结果，你看自己都给我推导出来，你就没有必要在这死记硬背吧。所以你只要记住再生障碍贫血一句话就行了，它是骨髓造血衰竭引起的一个血液病就 OK 了，是不是？好了，这就是实验的检查结果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别人考虑这种事情了，大家看第一问啊，符合 MDS 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的是，大家注意这个大家还没讲啊，我直接告诉大家答案项了啊，是答案是 B， 就完了，是不是？我们再到达 MDS 骨髓增生障碍综合症的时候还会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这个事还没跟大家讲啊，直接告诉大家答案项算了。好，第二问，大家再来看符合再生障碍贫血的是什么？符合再生障碍贫血的，我刚才说了，这种病人有外周血腔减少，他也贫血。这种病人有骨髓造血衰竭，所以网子红细胞吸收降低。这种病人没有溶血，唯有原位溶血。什么叫原位溶血？也就是红细胞是合成之后，在出来之前，在骨髓腔就给它干掉了。那么它不是这样，它是骨髓造血衰竭引起的，没有原位溶血，所以它的间接胆红素、直接胆红素这些中胆红素都正常。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 D， 那么没有溶血，所以它的间接胆红素正常，有贫血，有网子红细胞吸收升高降低，所以答案是 D。 所以像这种题目你看看是不是，你记得就是这个它的实验检查结果，那么你就给它搞定了，记不住你就把它推导出来跟我这一样啊，那就 OK 了，所以正确答案分别为 B 和 D。 好了，我们再来看诊断啊，这个诊断也是经常考的，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尤其是重型再生障碍诊断标准啊，这在职业只考了很多次，你们只考了一次，希望大家引起注意。第一个诊断标准，我们跟大家说啊，这种再生障碍贫血常常表现为说外周血浆全身细胞减少，红细胞减少它也贫血的症状，粒细胞减少它也经常感染的症状，那么血小板减少它也经常出现皮肤黏膜出血，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特点。好了，第二个，由于这种再生障碍贫血是一个自身是一个骨髓造血衰竭所致的良性疾病，那么它一般没有浸润性症状，恶性肿瘤浸润症状，也就是说它没有肝脾肿大，这是它区别，我们在做题这个区别白血病的主要依据。好了，第三个，由于是骨髓造血衰竭所致，所以它是全身的骨髓造血衰竭所致，因此它诊断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多部位的骨髓穿刺，只有多部位的骨髓穿刺，那么都是增生低下才能诊断这个疾病，因此它是个除外性疾病，它还要除外其他的一些全身的细胞引起减少引起的疾病，你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正化血睡眠血红蛋白量、反颗粒贫血、隐瞒死综合症，这些经常引起全血细胞减少的疾病应该除外。
那么怎么除外？多玻璃骨质穿刺。哎，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同时做胸骨柄下的骨质穿刺，髂前上棘、髂后上棘，哎，这些三个部位以上，哎，假设骨质穿刺都表示低下，那么我就给他摘上。因此，假如这个体干中给你了啊，这个病人髂前上棘，诊断进行骨质穿刺，其实骨髓增生低下，问你为明确诊断，还应做什么检查？你怎么答案？还应做其他部位的骨髓穿刺？哎，答案是这一个，这种答案项大家注意，你们还没考到。这个研这个研究生考试虽然没考到，但是这也是考试考了很多次。他提纲已经给你一个，哎，髂前上棘的骨质穿刺细胞学检查是增生低下，再给你一个外周血栓性减少的这种结果。问你为明确诊断，下面还要做什么检查？哎，很多同学在下面还要做什么检查？骨质穿刺都说怎么样？应该多部位的骨质穿刺。所以这些诊断标准还要做其他部位的骨质穿刺，要么做胸骨柄，要么做髂后上棘。所以这种答案项就是考虑这个诊断标准。好了，这个种诊断标准一般来说大家都不会出错啊。那么再张的诊断标准请大家记一记，也就是这个病人诊断为再次脏腑贫血，但是在下列条件下，下面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就是外周血的三系，外周血的三系假如有两系达到指标，那么我们就说它重型再脏。这个重型再脏在职业资考的比里面研究的考试还要多，嘿，他总在考这个东西。那么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职业医师考级考比你们考的难一点，它是往往都是一个病理型的形式考大家。哎，一个病理型的是给你一个再生障碍贫血的题目，然后他把它外周血的三系这种结果值告诉告诉你，问这个病人应该诊断什么？哎，搞个急性轻度再脏、急性重型再脏、慢性再脏，哎，搞这几个题目。那么你稍微不注意，哎，你的直单直单再脏，不知道诊断重型轻型搞不清楚了。好了，大家注意了，假如这个病人终于诊断为再生障碍贫血，那么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那么可以诊断的再脏、重型再脏哪三项？第一个红细的网子红细胞降低，网子红细胞降低的绝对值是15×10^9以下。第二个是中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小于0.5×10^9，那么血小板小于20×10^9。这血小板这个数据啊，大家一般都能记得住。为什么？特化血小板减少之间的时候，当血小板小于20×10^9，一定要进行什么急救输入血小板血液。哎，这是重型血小板减少，所以它这个重型在这，这跟那个数据一样。好了，大家再看看中性粒细胞小于0.5×10^9，什么？哎，粒细胞减少症，哎，粒细胞减少症的时候，中性粒细胞小于0.5×10^9，这就是它的第二个条件。那么它主要要背的第一个了。网子红细胞小于15×10^9，大家注意，正常网子胞的基数是多少啊？24×84×10^9，所以这个正常值大家记住。我再次跟大家说啊，正常值的网子红细胞基数是不够告诉你的，在考试中，那么你一定要记住它的正常值、绝对值和相对值都要记住。好了，24×84×10^9这是绝对值，相对值我刚才已经跟他说了，是0.5×1.5%。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重型再脏的诊断标准。那么诊断标准是三项中有两项就 OK 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看2016年去专门考的这个 X 型题啊，到底下列符合重型再脏诊断标准的是什么？答案 A， 血红蛋白小于90克每升。大家注意，我们重型再脏诊断标准有没有血红蛋白这个数字？没有，只有 BCD 这三项，没有答案为 A， 所以正确答案为 BCD。 因此，那么就是网子红细胞接受小于15×10^9，中性粒细胞小于0.5×10^9，血小板小于20×10^9。OK， 就这三个值。这三个值中间，假设有两个字达到诊断标准，那么诊断为重型再脏。这个就是重型再脏诊断标准。大家注意了，今年是以 X 型考大家。假如再次考试的时候，哎，大家想一想，假如他是以病理型考试大家，哎，大家会不会呢？哎，所以大家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想到他考我个病理型的事情呢。哎，他搞个什么？这个人有头晕，有贫血帽，然后给你个外周血项，哎，这三系跟这几个数据一抄，然后要你诊断，你能诊断出再型再重型再脏吗？所以大家要注意再注意，这是2016年的试题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2008年的这种试题，大家来看，患者女，18岁，3个月来有滑腻，滑腻可能是贫血所致，一周来有滑热，滑热可能是感染，哎，这个病人有贫血。有感染，哎，有皮肤紫裂，伴口腔黏膜出血，可能是什么？哎，血小板减少引起。所以这个外周血三系减少，
根据这个主诉，大家就知道了。浅表淋巴结不肿大，哎，由于不肿大，说明它良性疾病，不是白血病。胸部比阴部牙痛，胸部有牙痛的，那是白血病；没有牙痛的，很可能外周血栓细结石加肝脾淋巴结不肿大。那么读到这儿，大家就马上应该想到，考虑什么？考虑再生障碍贫血。再生障碍贫血由于骨髓造血功能衰竭，外周血栓细结石，红细胞减少，那么导致贫血会导致乏力；白细胞减少，导致经常感染引起发热；那么血小板减少，导致皮肤黏膜、口腔出血。哎，由于它是个良性疾病，所以没有肝脾淋巴结肿大。所以读到这儿，其实后面我化验检查不看，都知道这个血液病应该是拿什么再生障碍贫血大胃病。你看看这化验检查是不是？哎，血红蛋白减少，红细胞减少，乙烯减少。哎，网质红细胞吸收，我刚才说了吗 ？REET， 大家阳痿要记住，还要记住什么？叫大家记住，哎，正常值，正常值是0.002，什么意思？就是0.002。我们说它的正常值应该多少？0.5%到1.5%，所以0.002绝对是降低的。好了，白细胞也降低，哎，大家看看血小板也降低，这外周血的三系减少，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哎，这是绝对要诊断的再生障碍贫血。好了，大家再看 X 线诊断，哎，右下方有会员，为什么有会员？感染所致，不然他怎么发烧呢？为什么感染？哎，感染的原因是白细胞减少所致，所以这个题。血病的诊断答案第一问出来了，再生障碍贫血。大家注意，为什么不答 A？ 哎，为什么不答 A？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假如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也会表现外周血栓细减少啊？哎，大家注意了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一般都有一定恶性程度，肝脾淋巴结可以诊断，所以不答 A。好了，大家再继续，为什么不答白血病呢？答 C。假如是白血病，那么是个典型的恶性疾病，那么它有肝脾淋巴结绝对要肿大，并且淋巴细胞白血病，那么一般来说白细胞都是高的。好了，不打 C。 具有细胞性贫血呢？具有细胞性贫血，我跟大家说过，一般的都累积红细，那么血小板和白细胞一般在种植的时候才受累，一般的情况下只累积红细，也就是只有贫血，没有白细胞减少，没有血小板减少，所以不打 D。因此正确答案是答 B。 像这种题目你做一个就可以把这种几种你要掌握的这种血液病全部都搞清楚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问。我也明确诊断，首先你检查是什么？哎，你真明确的说这个病人，考虑这个病人是再生障碍贫血，我也明确诊断当然是多部位的骨髓穿刺血细胞去检查。当它多部位穿刺均为增生低下的时候，那么可以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 C。好了，答 A， 血清结合体蛋白的测定当然用于诊断确定贫血，血清结石和维生素 B12 测定当然用于诊断具有细胞性贫血，骨髓活检大家注意，在临床上啊一般不做，只用于科研。现在在临床上基本上没有做过骨髓活检，那么都是骨髓细胞抽血穿刺检查，那么骨髓活检要求比较高，所以只用于科研，不要打针，答案抵上去了。哎，真结合一些很多同学说骨髓活检，那么这个准确性更高，是不是选它呢？不是啊，大家注意，只用于科研，还没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不要打 D。 好，第三问又出来了，根据病史，该患者最需紧急治疗是什么？需紧急治疗，大家注意了啊，大家看看这个病人有外周血栓细减少，哎，红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你看看栓细减少对人体最危害最大的应该是什么？血小板减少。我们跟大家说过，血小板假如是低于20:49，那叫什么？重型栽赃。重型栽赃的时候，那么容易血小板减少，容易导致什么？颅内出血。当颅内出血的时候一出血，这个病人就报销了，完蛋了。所以大家注意，永远的记住啊，这个值考过很多次，当血小板低于20:49的时候，一定要进行急救。不论你是再生障碍贫血还是白血病还是特化血小板减少之间，只要你的外周血血小板低于20:19，一定要进行急救。急救干什么？输入血小板血液，以防它颅内出血导致病人死亡。因此这个病人需要急救的，哎，这个答案项就出来了。应该怎么急救？哎，应该输入血小板成分输出，就是血小板血液，以防颅内出血。这个数据希望大家记住啊，这个数据考了很多次，我们在特化学院检查之间的时候还会跟大家说，因为这里考的太多了。好了，这就是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好了，大家看看其他的几个答案项呢，抗生素治疗。那么抗生素治疗这是什么？普通的感染，哎，一般的性的治疗。
第二个补充为野生活物的是 B12，那么治疗具有细胞性贫血。雄激素治疗，这是过去治疗再生长贫血的方法之一，现在已经不用了。为什么？现在已经很多很多的刺激骨髓造血的这种药物，所以雄激素基本上没用了。我们等一会讲到治疗之后还要跟他讲啊，所以这个正确答案应该答 D 啊。好了，我们再来看治疗。刚才说了，再生长性贫血最主要表现为由于骨髓造血衰竭，最主要表现为外周血酸性减少。当外周血酸性减少，我们首先要进行对症治疗。为什么？这个病人家人红细胞减少，那么减少的很厉害，我要输血。你比如说这个病人的外周血的血红蛋白低于70克每升，那么我达到了输血的指征，要进行输血。这个病人白细胞减少，那么我要控制感染，甚至可输入吉利喷。假如这个病人血小板减少很厉害，我要进行止血治疗，说不定假如他小姐血小板减少的什么严重减少很厉害的时候，你比如外周血血小板低于20乘以19次方的时候，这个时候进行治疗，输入血小板血液。好了，这是对症治疗。这个对症治疗偶尔在职业医师考，但是从来没考过你们啊，所以职业医师有这个考的题很难。好，第二个是免疫抑制，我们跟大家说过，再生长性贫血常常会有 T 细胞功能紊乱。为什么紊乱？是免疫系损伤所致。那么假如给他免疫抑制剂是不是可以呢？这种再生长性贫血常常给他免疫抑制剂，尤其是重型在脏。哪些免疫抑制剂？大家看看哪些免疫抑制抗淋巴细胞球蛋白，以及抗胸腺细胞球蛋白。抗淋巴细胞球蛋白叫做 ALG， 抗胸腺细胞球蛋白叫 ATG，那么都对重型在脏有效，这是重型在脏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好了，截至目前为止你们还没考到啊，研究的考的没考到这个东西，哪儿考到？这也是考到，他还考到了什么？抗淋巴细胞球蛋白，抗胸腺细胞球蛋白，治疗在脏的机制是什么？抑制免疫啊，大家注意了，免疫抑制剂。所以像这个东西啊，这也是考到过，你们还没考到啊，所以这也是试题还比你们难。好了，大家注意了，除了这种ALGATG 之外，那么加泡利农这是糖皮的技术呢，也可以是抑制免疫，那么对重型在脏有效。环保素，不管你是这种免疫抑制剂，不管你对轻型在脏、重型在脏都有效，所以全部在脏。好了，第二个，那么就是造血因子。这些造血因子，也就是说你差什么，我给你补什么。你比如说红细胞少，你外周血氧酸性减少吗？红细胞加热少，我就给你红细胞煮红细胞生成素。EPO 这个在临床用的比较多啊，基本上也不是很贵了，它价值在现在基本上就100多块钱一支。叫红细胞生成素 EPO， 这是我们生物学制剂上啊发展最快的，20-30年发展最快的一个药物，红细胞中红细胞生成素。假如你这个病人粒细胞少，假如是白细胞少，粒细胞少，我就是粒细激活刺激因子 GCSF。 假如你这个病人假如有血小板少，那么我就用血小板生成素 TPO。 你们书上没有啊，你们书上没有讲这个东西，我跟他加一个啊，叫 TPO。 在临床上，假如你血小板减少，那么就给血小板生成素叫做 TPO， 那么跟红细胞生成素一致之差，希望大家给他搞清楚啊。所以你外周血酸性减少，你看看，你红细胞少，我对症治疗用红细胞生成素，你粒细胞少，我怎么样，给你粒细激活刺激因子，你假如血小板少，我就给你什么 TPO血小板生成素。你看看三个系都各有带着它的什么造血的生长因子，这种无论是轻中重型的在脏都可以应用，尤其是重型在脏有好的结果。所以你假如不想输血，不想输入血小板血液，那么怎么办呢？就用这个造血刺激因子。大家注意，一般在免疫抑制剂治疗重型在脏之后使用，那么维持治疗3个月以上。好，这就造血因子使用。好了，我们大家注意了，这是前三项啊，前三项是我们目前治疗再生长性贫血的最主要的措施，就在前三项。这个雄激素治疗大家注意啊，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哪个还用呢？当我们刚刚当医生的时候，30年之前啊，就是用这个雄激素。为什么30年用这？因为在30年之前，在造血因子，我告诉你一个也都没有，一直到90年的晚期，我们国家才出现这个第一个，什么吉利喷，什么离析激活刺激因子。我记得那个时候一支380几块钱，很贵的啦。那是个那个年的380几块钱，那是我们半年的工资，我们一个本科生半年的工资就是买一支药，你说贵不贵？说那个年代是非常贵的，20几年之前。
好了，出来了之后就来了又来了一个什么 EPO， 再近几年来一个什么 TPO， 所以这个造血因子三系列都有了。因此大家注意，现在用这个造血因子治疗再生障碍贫血很多了。那么在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三四年之前，哎，大家注意了，那个时候没有造血因子，用什么？用雄激素。一个再生障碍贫血的病人来了，这个就给你用雄激素。你说男人用一下还可以，男人更像男人，跟女人用一下，你看看一用，你用多长？用两到三个月才发生生效。一用，哎，我一看，我说用个半年，哎，那个女人用的像太监一样了，胡子也长出来了，声音也变低了，喉结也出来了，哎，最后给这个再生障碍贫血没治好，给他变把从女人变成男人，从女人变成太监，从女人变成了人妖。所以那个年代啊，治疗再生障碍贫血就很多很多副作用，你看看有这么严重的副作用，你说用个雄激素比上睾丸酮天天跟你打个三个月，你看看你是不是男人跟男人，女人跟男人呢？哎，所以你看看这个女人咋再生障碍贫血用这个东西哪个用呢？没人用了。所以现在啊，尽管你的全部再生都有效，还有没有？不用了。好了，这种在临床使用的这种雄激素以比上睾丸酮啊最多见，还有什么斯坦卓酮、食欲酸睾酮、达拉唑，这都属于雄激素，这些东西全部没用了。当然考过一次，比你考过一次还非常变态，考你什么东西啊？哎，关于雄激素治疗再生障碍贫血哪句话不正确，他把这个两个三个月生效改给一个月生效，哪个不正确？就这个不正确，变不变态？变态吧。所以老师出题非常变态。好了，这是第四个雄激素，现在不用，原来用的。好了，现在假如条件比较好的啊，能够找到配型的，记住了，造血干细胞抑制，这是目前最可能治愈再生障碍贫血的方法，主要用于在重型再障。假如找到的供体，那么最好的，但是就是不难以找到供水者。为什么呢？20到30万个中间还能找一个，所以这个很困难，很困难。即使你有钱，其实你医疗条件好，但是没有供者，你还是白搭。对哪些病人可以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呢？没有感染的，年龄比较轻的，低于40岁的。哎，最主要的是有合适的供水者，这就是他的治疗方法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点，这个试题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变态的试题，用雄激素治疗再生障碍贫血现代现象中错误的是哪一项？答案 A， 雄激素可以刺激骨髓造血。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用个因为雄激素可以刺激骨髓造血，所以才只给它用于再生障碍贫血的治疗。不过这是30年之前就是了，现在已经不用了。答案 B， 对慢性再障疗效较好。哎，哪一种再障都对它有效果，不仅急性、慢性、重性、轻性都对它有效果。哎，答案 C 啊，对重性再障无效。哎，这跟我们现在的观点有出入。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对所有的再障都有效，那么他原来的老的观点是对重型再障无效。好了，答案 D， 在用药之后一个月会生效，应该2到3个月，所以他把2到3个月改成一个月，哪个不正确就这个不正确，答案为 D。 好，目前常常应用的药物之一就是康尼龙、斯坦卓酮、斯坦卓醇。好了，这就这个题，你要知道这一项啊，这个地方考过一个试题 OK 了。哎，不要在这里这么很旧的很老的试题，现在也不是临床也不常用的这种试题上面纠结，你不然纠结来纠结去，教材上这些话又没有了，观点又没有了，哎，你在这纠结来纠结去花了很大的时间，最后掌握这种东西他也不考你，你用临床不用了嘛？你在30年之前还用这个东西，你这现在哪个用这个东西呢？不用了，他也很少考了啊。所以这个题的答案是 D。